牛新闻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 Dino 李玉玺。大家好，我是吴欣婷。今天我们来挑战默契大考验。Yes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第一题，吴欣婷的生日是9月24。知道。李玉玺今年几岁？23。第三题，吴欣婷一炮而红的广告角色叫小米。为什么要打我？为什么要打我？奇怪了你。李玉玺第二张全创作专辑。Mr. Lucy。我就知道答案。李玉玺在我的少女时代中饰演。后来明白。吴欣婷的出道戏剧作品是什么？一起打。又没有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李亚明。我没有听过这个。拯救版的恶作剧之吻是谁演的？叶仁尚跟林依晨。你刚才说简简。我叫林依晨。新版恶作剧之吻会在哪一台首播？赖 TV。还有超市。吴欣婷跟李玉玺演的《恶作剧之吻》几月几号在台湾的电视开播？11月11号。哇，终于有题，第一题。有一题啊。好，结束。